你好，我是牛奶爸，今天来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有朋友问说，怎么去利用脸书的人工智慧自动回答问题？那我又问他说，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哦，原来是因为他，第一次在我的脸书的粉丝团里面留言，然后呢，就是瞬间就弹回去那个回答讯息给他，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指的是这个。其实那不是什么人工智慧，那只是脸书的粉丝团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在设定里面可以去制定自己要回答什么样的那个文字。所以只要事先设定好，那对方只要一输入，在那个脸书的粉丝团一输入私讯的时候，那我私讯就会立刻回答对方。那他有几个好处啦，第一个就是我回答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引导他去加入我的 Line at 的那个好友，所以呢，我的 Line at 的好友就会增加。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脸书的粉丝团的那个主旨名称，粉丝团的名称它是很容易被搜寻到的，所以你的粉丝团名称如果是跟你的商品的关键字是有连结的话呢，那输入这个关键字有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你的粉丝团啊，当然那个关键字不要太竞争了齁。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找到我的粉丝团之后，那我就可以得到跟他联系的这个管道，对不对齁？就是他如果马上私讯给我的话，我就可以用我个人的脸书的账号去加入他，当成我的脸书的好友。或者是我就算没有加到好友，但是至少我的脸书的粉丝团的私讯可以跟他持续保持一对一的联系，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精准的客户资料，就可以取得跟他联系的管道。那我在回复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在回复的时候呢，在设定的地方，脸书的粉丝团里面的那个设定的地方，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设定，然后这里有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一对一的讯息。然后他发讯息的时候呢，你只要在这边讯息功能设定这边使用 return 键传送讯息，你就开启试。然后底下有一个回复小帮手，回复这边有一个无法使用电脑或手机时也能提供回复，然后你就把它选择试就可以了。然后在底下就输入你要回复给对方的讯息，那你会看到我这个讯息，其实我有输入说，哎，我的 Line at 的那个 ID 是什么，请你加我的 Line 的好友。这样子呢，我的 Line 群发的时候，他就可以收到我的那个网络行销八点档的群发讯息。然后底下这边有一个向传送讯息给你的粉丝专业的所有人传送即时回复，那这个内容是什么，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输入这样。然后你要不要显示 Messenger 的这个问候语，我目前是没有开启的，那你也可以去把它打开来用看看。所以这样子 只要有人他因为搜寻一些关键字，然后找到我的粉丝团，然后马上跟我私讯的时候，我的脸书的粉丝团就会自动传回讯息给他，他会以为，诶，我怎么马上就在线上。那他的好处就是他会觉得你回应得很快，然后呢，脸书它这边不是都会统计嘛，就是你的平均回复时间的长短嘛，对不对齁？那这样也有帮助，就让人家觉得你的回复速度是快的。还有现在的那个脸书的粉丝团，它上面不是有多出这些图示嘛齁？那你其实可以设定这个接收讯息的这个图示，然后你把它输入完成之后啊，把它置顶，置顶贴文，像这样你可以把它置顶贴文齁，每一个文章你都可以把它置顶。你可以选择一篇文章把它置顶，然后呢，让人家容易的跟你用私讯的方式跟你联系，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跟对方联络的机会。好，这个是脸书粉丝团的一个简单的小应用，分享给你。我们网络行销八点档，下次再见，拜拜。